新媒体，我是安妮。前面什么情况？路面好像有动物，哎，是一只灰色的鸟鸟和一坨土黄色的东东啊。哇，是一只小刺猬在路中间呢，灰鸭在啄小刺猬的屁屁。喂，伙计，这是公路中间，您不能待在这里哦，快走快走。刺猬走了两步又蜷起身子来不动了。哎，这是个缩头刺猬啊。灰鸭又啄了几下刺猬，刺猬还是没动，没办法，用鸟嘴推着刺猬向路边移动。还差一米左右就到路边了，得，刺猬又停止不动了。你这蠢家伙，这是公路，小心汽车撵着你啊。走啊走，走吧你。好了，终于到了道路路间了。刺猬老兄啊，你这是上还是不上啊？哎，算了，这里也基本算安全了，灰姑娘我呢还要忙自己的事情了。走了，拜拜。前面什么情况？路面好像有动物，哎，是一只灰色的鸟鸟和一坨土黄色的东东啊。哇，是一只小刺猬在路中间呢，灰鸭在啄小刺猬的屁屁。喂，伙计，这是公路中间，您不能待在这里哦，快走快走。刺猬走了两步又蜷起身子来不动了。哎，这是个缩头刺猬啊。灰鸭又啄了几下刺猬，刺猬还是没动，没办法，用鸟嘴推着刺猬向路边移动。还差一米左右就到路边了，得，刺猬又停止不动了。你这蠢家伙，这是公路，小心汽车撵着你啊。走啊走，走吧你。好了，终于到了道路路间了。刺猬老兄啊，你这是上还是不上啊？哎，算了，这里也基本算安全了，灰姑娘我呢还要忙自己的事情了。走了，拜拜。前面什么情况？路面好像有动物，哎，是一只灰色的鸟鸟和一坨土黄色的东东啊。哇，是一只小刺猬在路中间呢，灰鸭在啄小刺猬的屁屁。喂，伙计，这是公路中间，您不能待在这里哦，快走快走。刺猬走了两步又蜷起身子来不动了。哎，这是个缩头刺猬啊。灰鸭又啄了几下刺猬，刺猬还是没动，没办法，用鸟嘴推着刺猬向路边移动。还差一米左右就到路边了，得，刺猬又停止不动了。你这蠢家伙，这是公路，小心汽车撵着你啊。走啊走，走吧你。好了，终于到了道路路间了。刺猬老兄啊，你这是上还是不上啊？哎，算了，这里也基本算安全了，灰姑娘我呢还要忙自己的事情了。走了，拜拜。经历了九死一生过了马路，咱容易吗？赶紧多吃点压压惊吧。在中华大地，咱刺猬是五大仙家之一的白仙。
看看，今天还要让灰姑娘来帮着过马路，说起来好羞呀。说起来好羞人也，还是继续该吃吃该喝喝吧。想那灰姑娘试了佛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试了佛衣去，深藏生与名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爱你们，咱们下次见，谢谢。